那明仔就唔免出去嘛呢？是啊，明仔你得自由咯。嗯，阿母，你是当时哪会去变到这么冷血啊？这你也知哦。我哪里唔知？我来讲，早起咧，咱怎啊来上好个？迄个蔡昌宪甲许志豪来，我已经将你卖予伊，头几款嘛已经客咯。哈？阿母，我无爱啦。为什么不爱咧？迄许志豪头一粒遐尔啊大粒，袂输咱好罗秀诶。爱蔡昌宪人下脚底一身啊咖咧，啊，搁一届两个，我哪会挡会牢啦？哎呀，讲起来是有理啦，但是我问你，阿母，阿母问你个啦，啊，是有人要甲你小心吼？对啊。什么人啊？当然是迄个上届有名的制作人陈子鸿啊。哦。你开一万块要来甲人小心呢？是啊。一万块，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，笑啊一个笑面啦哈，一万块。讲到这个陈子鸿啦，出手拢也袂爽势啦，要一万块用一下，无想妈妈摕两张我工会演唱会门票来替恁做嘛，哈，好，我可以去看二姐最后一面，安尼我勉强会使答应你啦。哈，演唱会门票哦。对。小红红，啊，你是搁有票无啦？啊，无嘛，共摕来共小心一下。我个，哎呦，裤底要紧出啊。哎呦，真正有哟，还是啥物？看无？哎呦，那是无看到清代票边边掉的石石叫，哎呀！但是我跟你讲件代志，马路无票哦，死都免讲。哈，阿母，迄当时你唔是讲，若有一万块，你就会当红自由。是啊，哎呀，即阵就是查甫今日头壳无够清楚咯。你也知讲，在这个社会上，电钱也起价，水钱也起价，瓦斯也起价，也阁有啦。你来我阮家上班，请一团乐队，阁头前迄四个临时演员，这拢爱搁收回，你知影无？哈，你当我即摆是足好经营去啊。我跟你讲啊，总共一句，迄、那个陈子鸿，我们要小心，会用一，看是要刷卡、拿现金，还是要签本票。若要十万块，死都免讲。十万块，十万块，十万块啦！从今。关。